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9年1月11号，星期五，农历是这个1月初6。好，那么这个星期天呢，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成道日，希望大家多念经。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喂。哎，你好。师傅。哎。师傅。哎，请讲。师傅好。请讲。自己的业自己的背，不让师傅背。啊。师傅在上香的时候说一声，在上香时的吧，说前上好香，说一声自己的业自己背，不让师傅背，可以吗？嗯，没必要的，去讲他干嘛了？嗯。没必要 没必要的。啊、你师傅他们说你不要的，你这是跟求菩萨保佑嘛？好了，菩萨肯定帮我们背的呀。你否则求菩萨干嘛了？啊，师傅嘛，就是只是因为还有肉身啊。如果这师傅以后，对不对啊？你们也可以说求的时候也可以说不要说什么自己也自己背的呀。现在有肉身肯定背不起的呀。那这个同学说，同学是这个意思，在梦中呢，有时候师傅的法身在梦中到嘛，法身到梦中来嘛，那么想自己的业自己背，不让师傅背，这样关系师傅啊，这个没关系，跟师傅没关系。这啊，就是不要在用不着在佛台上讲的，啊、嗯，啊，好了，不要佛台上，嗯，就啊，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说在盲人生前呢，就说。现在做功德，一个是无相法，这个有相法，这个无相啊，无相布施和这个有相布施嘛。啊。那么在盲人生前的前做功德，这里面有讲究吧？有些盲人的有相布施和无相布施，不跟你有相布施、无相布施的话、这个，你不跟人间讲啊？那菩萨全知道啊，你可以跟菩萨讲的呀。你比方说，就是、盲人的钱呢？这个我们，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亡人已经走掉了，对不对啊？哎那么你现在帮他做功德，对不对啦？哎，你帮他做功德的话，你跟菩萨讲就好了吗？哎，跟菩萨讲，我同学说是不是有相跟了有相布施？哎呀，走还走掉了，还有相无相呢，相都没了，还有相无相的，跟菩萨讲了不就好了吗？谈不上啊，谈不上的啊。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刚在，啊，是不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实当中呢，一个上次一个小孩子不是天上下来的嘛，那么同学给这个小孩子给他外甥女看。给你的照，给他照你的照片给他看，他马上就反应是菩萨。那么，在看图腾的大人在看图腾时，是不是说你是前世是菩萨下来的？那么他们看到你的照片怎么没反应的？请去问。小孩子天上下来看见你的菩萨，看见你的照片就说你是菩萨一个。啊，小孩子刚刚下来的时候看见师父的像吗？因为小孩子的刚刚从天上下来，他的灵性就是他的灵感特别重啊，就特别强啊。为什么童真啊？他一看见你的，看见师父照片 啊，他就说菩萨了啊。那你说很多人下来了迷惑颠倒了，他当然不认识了啦。这还不懂啊？好的，感恩师傅。还有一个就是在现实当中，有人戴假发嘛，假发当中有的是真发做的，有的是假的，签名做的。那么戴真发假发会会有影响啊？对自己都没有什么影响。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他戴个假发好看一点，也是一种庄严，跟戴个帽子有什么区别啦？不一样啊。那跟有的人长得很难看，他眼睛画得好看一点，有什么不一样啦？
都一样的呀。我觉得追求一种正常的美，那是很正常的。如果你过分了，画成了妖形怪状的，吓死人的，那这个就是有问题了。听不懂啊？听得懂的。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学买海蜇，海蜇可以吃吧？不可以的，海蜇是活的。海蜇还是不可以吃？不可以。海带可以吃的。海带可以。海带可以吃的，对吧？对。海带不可以。还有那种素的海蜇。啊、嗯。素海蜇也挺好的。啊、哦，素海蜇。嗯。哦，好的，冯师傅。还有一个同学在问，他说到观音堂来，他看见观音堂的小房子摆在佛台上嘛，那么好多同学在磕头，那上面的佛台上面的那个小房子摆在上面会有影响吗？在磕头的时候，你不去想就没影响。也是把放着，他放着，实际上给他的亡人背业。你谁跟着谁磕头，谁就帮他背业。嗨，有时候他有的同学说他们上面也是拜放了个大，放了半小时，那么所以我就跟你讲了，那如果磕头的人有业障，那个亡人帮他背了，亡人为什么有些亡人抄不上去了？听得懂了吗？听得懂了。你放在佛台上，你是要帮人家背的。也就是说，你今天做领导干部，你就要帮群众利益谋利益的，一样道理的呀。你今天放在佛台上接受人家供拜，那你如果自己不拿掉，你人家拜了，那你就要帮他消业呀、啊。消不掉嘛，你就帮他背了。那么最好在佛台上不要放。对呀、啊，你自己放一放，你自己放一放，你可以拿走。如果你在自己家里，你就可以放时间长一点，没关系。他刚去看见观音堂那个小房子放了好几时间很长，好几个月放半个小时。你比方说他自己把自己的名字什么宵夜让的名字放上去，他人家一从他这个磕头，那他就帮人家背了呀。小房子嘛，自己放一放，头上举一举就可以烧掉了呀，没有什么一天到晚放在佛台上的呀。放了半小时。好了。好了，师傅，我没什么问题了。好，感恩师傅，感恩观世菩萨。明白吗？保重，师傅。好，再见。好，再见。喂，你好。喂。喂。啊。师傅好，你弟子给师傅请安。问几个问题。啊、他们自己同修自己业障自己背。同修刚刚念心经的时候，感觉菩萨告诉他要修天空眼，天眼空，才能成就大菩萨的智慧功德。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天眼通，不是天眼空，天眼通。哦，就是开天眼呀。就是开天眼。开天眼嘛，对有些人执迷不悟的人看得见之后，他就相信了呀。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对不起，师父我再说一下，同修梦见母亲在他家佛台上放了一盆带盆土种的吊兰，长得蛮茂盛的，在梦中做梦人很不开心，大声质问母亲怎么把这种用土养殖的花放佛台上呢？现实中生活中母亲也是学我们的法门的，但做梦人家中目前没设佛台，母亲也很少到他家里，请问这个梦什么意思啊？对，拜佛当中有不如理不如法，用人间的思维在跟菩萨拜，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赶快设个佛台了。好的，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还有同修要去亲戚家要住三个月，想把自己家里的佛台照片取出来，在亲戚家临时设一个简单的佛台，请问设佛台时还要再念什么经文吗？念个五遍礼佛就可以了。哦哦，
好的，那撤的时候要念七七七和小房子吗？对，嗯。哦，好的，那小房子要念多少张啊？小房子五张就可以。哦，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同修想买辆车做司机或做民宿生意，他请观世音菩萨指点要往哪方面发展。后来梦见有人给他一个红色的盘子，里面只有白米饭，还有一杯供神明那种小茶杯，可是里面没有水，他一口都没有吃这些食物。请问和他祈求事业的事情有关系吗？是啊，他还好没吃，他吃了就麻烦了。哦，他贪了。嗯，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同修以前身体冰凉，念了很多大悲咒后，有一天做梦说他已经不怕冷了。现在的问题是学校开暖气，被子也盖得不厚，但经常热得睡不着，或起来时一身汗。请问是不是要少念一些大悲咒啊？根据家里，他根据他自己修行情况吧，他啊、哦、少念一点没关系的。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还有就是您之前说师父之前开示自存小房子自修经文，到每放到新年的时候，在上香的时候供上佛台，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经文的能量。那么请问当放到佛台的时候要加持多久才能拿下来呢？三个月。啊？三个月。三个月。但是他现在的问题是，就是他想把自修经文放在上香的佛台，上香的时候供上佛台，就是求观世音菩萨加持经文的能量。啊。当放到佛台的时候，要加持多久才能拿下来？啊，这个你只要磕完头就可以拿下来了。哦，磕完头就拿下。嗯，好的，咱是我说短一点的问题。还有，如果梦到穿一身大红衣服和大红裤子，什么意思啊？哼，一身大红衣服、大红裤子，哼，什么意思？一般的红的嘛，就是我们说阻碍嘛、阻挡嘛、阻止嘛，嗯，对不对？红灯嘛，就是阻止人家。对，就是从玄学上来讲，红的嘛，就是一种保护啊，就像人家说你犯太岁了，穿红的内衣内裤保护好自己啊，穿红的就是护法了、哦、也可以说，明白了吗？哦，嗯，好的，明白了，感恩师父。还有同修梦到照相拍到菩哦、同修梦到照相拍到菩萨，然后梦到圣人老子告诉他两句话，臣服于心，安良天下，这两句话师父能不能开示一下什么意思啊？臣服于心嘛，不管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上上下下叫臣臣服服嘛，你都要放在心上、不要去太介意、可以放在内心，不要大家为了为情所动。他说臣服于心，臣服本身就是在于你心，你的心想成就成，你心想服就服、这实际上跟佛经讲的万法唯心造是一样的呀。哦，后面一句呢？好的，安良天下。安良天下嘛，一个人要做事情要平安呐、要有良心啊，要善良啊，对不对啊？哦，你要一个人不管怎么能够禅定禅得住，你当然能安良天下了。好了。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哦，他刚说臣服的臣是诚实的臣，诚实的臣。服呢？服佩服的服。佩服的服。啊，臣服。臣服什么？臣服于心。啊、让人家不管你不管做什么事情，让人家让自己都要非常诚实啊，要让人家说服人家。啊，不要动什么其他的武、哦、所以两个字不一样、哦、意思就不一样了嘛。嗯，好了。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同修梦到告诉妈妈说他要请清洁菩萨念30章，现实生活中醒来后他突然想到昨天结缘出去的三个空相框，
昨天晚上回家后一直很伤心，这三个相框已经搬到家里放了好几个月了，一直没有动，是否需要念小房子啊？是啊，嗯。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床头柜的数量有没有讲究啊，师父？就是放几个床头柜是不是？哎，对的对的。你放了多了嘛，就像展览厅了呀。啊，哪有一个人床边上放三四个床头柜的啦？神经病啊！好了。是，就是同学说，床头柜只能放两个，放一个对夫妻运不好，市场不稳定，有这种说法吗？取平衡当然是好事情了，你不平衡，任何事情不平衡，你心就不会不平衡呀。除非你地方太小呀。明白了。对不对啊？哦，小了嘛没办法了呀，地方太小嘛就没办法。行，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同修梦见用白色的笔来点小房子，梦里小房子点的是白色的不是红色的，请问什么意思啊？白念。白念。哦，没用的，念错了。 嗯是的。嗯，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同修曾许愿给打胎的孩子放生1000元的鱼，后来有同修告诉他不能给打胎的孩子放生的，请问师父那他现在怎么办？已经放生了200多块钱的鱼了。没事的，这小孩子如果投胎的话没投了更好人家呀。嗯，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同修梦到有个声音对他说，师父的白话佛法里边有大悲华经，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大悲华经还不知道啊？华严经不知道啊？又有大悲经又有华严经啊，华严经也是开智慧的呀。哦，这还不懂啊？哦，明白了啊，这个跟你说了，师父的白话佛法里边不单单是有这点经了，很多经文呢。啊，这个还是浓浓缩的，还有很多你们不知道的，明白了吗？嗯，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同修求菩萨验证结缘法师的小房子质量后，梦到一地面上有十多个金黄色很大的空香炉。现在还不知道啊？啊，是不知道啊？啊？不知道啊，为什么有空香炉啦？什么叫空的啦？小房子念出来，哦，外面是金的也没用啊，里边是空的。哦，明白了。明白了吗？哦，哦。所以很多事情要靠自己念。对呀。嗯。所以一定要懂啊！啊，一个人如果这个对这种这个做梦啊问的问题不能理解啦。还有在人间呢，不懂啊，所以多看看师父的白话佛法，因为里边，因为里边是要有很多的，在人间做事应该事事无碍啊，对不对啊？是的。啊，是的，人间有时候重重无尽啊，啊，嗯，对不对啊？这没有办法的，要《华严经》讲的也是智入三世啊，息气平等啊，也就是说你的智慧啊。啊，不是说你今世修来的，而且是平等制啊，明白了吗？好了，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同修请问求菩萨验证，又是结缘法师的小房子后，他梦到桌子上有一块点小房子时垫着的红布，拿起来一看，下面还有一块红布。意思是总共有两块红布，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点上去了不啦？哦，桌上有一块点小房子时垫着的红布，没说点上去，没点上去。啊，一块点小房子的红布，后来又发现一块。啊，对的。啊，那抄袭咯。嗯。哦。不好啊。我跟你说的，最近菩萨要管这些事情的，那些靠着这个小房子在练财的有些法师要会有报应的，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其实我们还是要
自己的业，自己念。对呀、啊，你念不出来，我告诉你，你念一天念一张，你效果照样好，对对对，菩萨照样保佑。是的。你就是你烧下去一百张没用的，对对对，你告诉我，我给你一千张假钞和一张真钞，你说哪个重要啦？嗯，这种跟地主打交道骗天骗地，对呀、啊，然后又骗菩萨的，所以很多人傻傻的啦。傻的了不得了了，以为要好像一百张我完成了，假的有什么用啊？嗯，是的，所以还是请同学们自己尽量还是要自己抽时间挤挤时间，真的自己念、嗯，因为现在很多节点法很多小房子都不是太好的，其实，嗯，乱念的，根本那么有的什么，告诉你，你有一张嘴，他也有一张嘴。对的，对，都是、啊。不是说因为他穿了这个衣服了，他就一天能念出一百张出来，听不懂啊？嗯，明白了，嗯，明白了。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同修家的狗丢了，过了几天，他梦见狗干干净净的回来了。现实中他以为是狗已经死了，便许了七张。结果今天狗真的回来了，请问他许的这七张是否要继续念？就是因为本来要死了，他做梦了，他感觉了，就是因为他念了小房子七章，他没死啊，赶快念完了，念完了之后狗还健康的。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梦到一只狗把礼佛大忏悔文吃进去了，然后过会又把经文吐出来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啊？狗也在忏悔上辈子的事啊，因为你念经啊。哦，嗯，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还有同修梦见他在网上银行户口的名字是卧虎藏龙，现实中他本人属虎的，今年经济很不好，他也在祈求菩萨保佑经济好转，请问卧虎藏龙是什么意思啊？是吧？卧虎，嗯，他说什么写的啦？怎么写的啦？落下来的落虎藏龙，卧虎藏龙啊，卧虎嘛就是天瑞兽呀、哎、对的对的，瑞兽下来了呀，瑞兽下来现在在人间不好呀，哼。哦，嗯，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如果许愿拿出部分收入做功德，那家里的供香、供花、供果的钱能算在内吗？你也说什么？我说。如果许愿拿出部分收入做功德，那家里的供香、供花、供果的钱能算在内吗？可以的，都是对菩萨好，都没问题的。嗯。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同修家佛台只供观世音菩萨像，由于佛台太小，大杯水杯无法供在菩萨的前面。那么大杯水杯应该供在面对佛台的左边还是右边啊？嗯，啊，对不起，我再说一遍，同修家佛台只供观世音菩萨像，由于佛台太小，大杯水杯无法供在菩萨的前面，那么大杯水杯应该供在面对佛台的左边还是右边啊？都没关系，左边右边都可以供。你只要心里知道这是供给菩萨的，观世音菩萨的就可以了、哦，根本没关系的。嗯，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请问在菜市场卖菜的话，可以播放师父的录音吗？你放好了。因为旁边的人有做活杀的生意，这种。放师父的这个录音，就是解救众生的录音更重要啊。他活杀的话、哦、你要放的话就是在劝他不要杀呀。嗯，哦，好的，嗯，好的，嗯，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同修家的佛台不到一米处是孩子书房的门，他在书房门上贴了一张蓝色山水画，蓝色山水画高于佛台后面的黄色山水画，距离不到一米，在同一面墙上，请问蓝色山水画是否要应该请下来啊？山水画可以请下来的呀，没关系的。
哦，男士三朵花停下了。好的啊，还有就是还有师傅在节目中让听众忏悔说，我自己的业障这辈子要还清，以后要跟着观世音菩萨到天上去，我要消掉自己的业障，我现在在修忍辱精进，请问这属于大愿吗？师傅说是大愿，那请问如果许了以上大愿后，是否和许了一世修成的大愿一样，业障会五年内集中报啊？会的，只要你许了大愿，你过去有很多业障，它就会慢慢爆出来的。哦，啊，明白了。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同修昨天烧了七张小房子给打掉的孩子，七张给自己的药精者，烧的时候很难，有时一张要点三四次，会比平时黑硬一些，晚上梦到家里拆迁，什么都没得拿，想拿一张被被子房地产老板都不给，晚上想着晚上一家口连个被子的都没盖，这么冷的天就哭醒了，请问这个梦和烧小房子的有关系吗？对啊，小房子不够啊，被人家全部拿光了。哦，不够。好的好的，让同修继续烧啊，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同修帮忙策划一场素食分享会，需要写宣传的文字资料，他一直以来经营公众号平台都是直接复制师父的开示，写作文字方面一直没有锻炼，晚上梦见负责人师兄指导他，让他弘法的形式不要只是机械的复制文字图片，要自己写，请问这是菩萨提醒他可以往这方面的能力发展吗？先要好好的实实在在的做，要发挥不是这么容易的，发挥错了你就有业了，明白了吗？哦，明白了。老老实实有一些非老老实实，菩萨还给他托梦呢，不老实连梦都没有。嗯，好了。目前有一些非佛法的公众平台需要他帮忙写相关的宣传内容，他这个可以写。可以。哦，好的。还有几个问题，同修买的红色袜子两边有福字，脚底有踩小踩，脚底有踩小，踩小人的卡通图案。请问这样子的袜子可以穿吗？不要穿，小人不好。哦，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同修早上梦去开法会，感觉护照没带，但现实中就在包里，想着我妈给我送来。突然我妈妈到我身边，开始说可以拿，后来又说不想去拿，我急得大哭，还摇了几下我妈妈，之后就伤心的哭醒了。我一般非常少有哭醒的梦，梦醒来感觉很累。这些天同修和他妈妈都要过生日，下周自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请师父解梦，是有什么节需要注意吗？当亲姐没什么大节。哦，没有什么大节。嗯，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同修哭醒后还是这个同修又梦到还是准备去法会，身边这次都是观音堂熟悉的师兄，同修还想和他们说刚才的梦，说好一起去的，但大家都好像各自忙着手头一些事情不走，同修还在急着想怎么去法会，之后就醒了。不对，这个好像是废话。对不起啊师傅。还有就是同修许愿了以后要去心灵净土，梦到自己狂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梦里另一个同修也在念，后来看到近看那个同修在念别人教别人念圣号，本来很赞叹他的，可是同修在近看他教别人念阿弥陀佛，同修就说我们修的应该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同修现在自己学自己一套呀，不是一门精进的呀，100%的，哦，没关系的，这希望他好嘛就好了，好吧？好的，好的，感恩师傅，然后还有最后两个问题，就是梦里梦到观世音菩萨的，同修梦到观世音菩萨的爸爸妈妈在古代的时候，就是梦里被人陷害，同修要去找观世音菩萨爸爸妈妈，到底被谁陷害的？换了场景，同修和另一个同修去救了一批鱼，倒入一个指定的水池，这
救了他们后，一个像南京菩萨的老爷爷给古代偏的观世音菩萨爸爸妈妈吃了一颗药丸后，其中一个人醒了，同修马上跑过去想，终于可以知道凶手是谁了，就醒了。请问这个梦有什么含义吗？这个梦没听清楚。哦，师傅累了，我看一下有没有短一点的。不好意思，对不起。师傅，我再梦一个短一点的，就是同修梦见和老公想出去办事，但他想上厕所有点憋，发现房子里有偷窥者，穿着红色衣服，个子不高，很吓人。请问是不是房子有要经者？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刚刚有点累。师傅，对不起。好了，再讲一遍吧。现在精神好一点了，刚刚累了。哦、我再声音大一点。没有，没有，跟声音没关系，讲吧。我看一下，就是同修梦见和老公出去办事，但他想上厕所有点憋，发现房子里有偷窥者，穿着红色衣服，个子不高，很吓人。请问是不是房子有要经者啊？那肯定的，100%的。那现实中同修准备怀孕了，梦中的房子是自己家住的要经者，对吧？是。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同修曾经许愿给打开的这个空格。还有就是同修在儿童佛学班教小朋友念经学佛，他梦到问共修组负责人说，有时佛学班小朋友不听话，应该怎么做？负责人说，多点点小房子。以前师父有开示过，出外弘法一个星期最好要21张。请问儿童佛学班老师也是在做弘法，一个星期也需要21张吗？一样，你弘法你是在做善事，但是不代表你过去的业就能消掉呀。你要消业的话，你还得小房子。明白了。好的，好的。还有就是，同修目见抱着一个女婴，一年里是他自己生的孩子，他越看越喜欢，对站在身后的母亲说：“这孩子模样怎么是我呀？怎么是我呀？”梦就醒了。现实中，同修母亲已过世多年，在给他念小房子。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他现实当中他母亲过世了。同学母亲已过世多年了。然后呢，他母亲问他要小房子啊。就是同学梦见抱着一个女婴，意念是他自己生的孩子，他越看越喜欢，对站在身后的母亲说：“这个孩子模样怎么是我呀？怎么是我呀？”就行了。赶快念小房子，就是大概要几张？就是他不是他母亲打胎的，就是他打胎的孩子。好的好的，这个大概要几张小房子呀？这个21张嘛。27张吧。21张。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同修家佛台是在柜子里的，灶上香炉为后，佛台柜门关不严，可以在每次上香之前把香炉围安围香炉围安在香炉上吗？可以，是可以，实际上关不上没关系的呀。它里面有烟的话，你就不要完全关上。等到烟全部散完了，烧完了，香烧完了，你再关上，明白吗？明白了。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同修梦见住在以前卖掉的房子里边，意念当中知道这房子已经卖掉了，心里住着感觉不安，万一房东回来了怎么办？心想还是不住了，再整理东西。就这样，房东真的回来了，进来好几个人要打同修女儿，后来经过司法调解，对方说要12万赔偿，同修过2天就要设佛台了，是不是房子的要经者啊？这还要讲啊，100%的。那这个12万是几张小房子啊？12万嘛，至少12张啊。12张，好的好的，今天的问题问完了，他们的自己业障自己背，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师父再见。再见。
喂，你好。你好。师父你好。你好。弟子向你请安。谢谢。昨天弟子接收到一则同修的信息，让弟子拨通电话请师父开示。喂，师父。听到，讲吧。童子接太岁菩萨圣令。一月九日，弟子在观音堂和师兄们一起上晚香共修白话佛法时，眼见观音堂上方天空众多护法天神护持佛堂，见一身穿金色灰甲、容貌威严、身形巨大威武的大将军立于护法神后方，观地菩萨、观平菩萨、周昌菩萨也显化身形对弟子介绍，实乃2019年值守太岁菩萨，应观地菩萨邀约前来给心灵法门信众开示。太岁菩萨开示如下：吾乃2019年值守太岁菩萨，谢太大将军，承蒙观地圣尊之请，特显身形告知一些天使。年关前，太我知道，太就是这个太大的太，谢是怎么写的？对，谢太大。谢太大将军呀、啊，谢太大将军。感谢的谢，对。对啊，谢太大将军是今年值守啊。对，六十甲子神啊，他是六十甲子神啊。好。然后那个告知一些天使，年关前，江武大将军就是2018年值守太岁菩萨，对，会把敛财、委怨、毁谤、罪孽呈报天上。吾身为2019年值守太岁菩萨，将于年后发下圣令，让座下护法依天律严惩。心灵法门信众落于过往有犯此业者，敛财、委怨、毁谤，务必尽早忏悔，多做善事功德，将功补过。犯重业者，天上护法依个人福德扣除福禄寿，再发放冥界处置。望天下佛子在新年期间多行忏悔，以免恶报再生。我等护法天神实不忍多众多佛子堕落恶道，特开此例告知凡尘众生，请师父慈悲开示，是否太岁菩萨开示？是啊，谢太大将军。谢太大将军。明代的。好。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将军，他掌管2019年太岁这个位置，所以实际上就是说2018年将近结束了。这个上一次的那个上一期的那个太岁，他那个江武大将军呢，他将把这个2018年到年底了嘛，他会把所有的一些人的不好的、丑陋的啊，那些不好的敛财呀、这个委怨呐、诽谤啊，这些他全部要呈报到天上的。所以你2018年成什么诽谤过啊，什么法门，你到最后你到了2019年，你去看你这个年关，有的人都过都过不去。为什么有的人年关突然之间生病就走了？听得懂吗？好，师傅。哎呦，师傅，请问这些敛财、委怨、毁谤的人，除了念礼佛大忏悔文，向护法菩萨忏悔，是不是也需要配合小房子和哪处部分功德来消除这些罪孽，肯定的，免得堕落恶道？我跟你说，实际上诽谤是菩萨很不愿意看到的。一个人，你可以这种事，所以不忠不孝，你听得懂吗？你比方说你跟一个医生你不看病了，你不能出去骂人家医生不好啊，人家给你看了这么多年了，对不对啊？你比方说你这个法门，人家跟你学了很多年，你在里边受益很多，你出去了你骂人家，你说你这叫不忠不仁不义吧？听懂了吗？喂。对，师傅。你不要这么忙好吧？不要这么忙好吧？跟师父讲话还忙得来不得了。你要水没开就把水烧烧好再打电话，你要是饭没烧好先把饭烧烧好再跟我打电话。不要不懂礼貌，你这种就叫不懂礼貌，听得懂吧？好，好了。对不起师父，
哦，我们没有其他问题了。好了，师傅保重身体。你要记住了，师傅心理法会圆满顺利。自己好好修心啊，人成即佛成，人要做得像人。好了，嗯。好，感恩师傅。嗯。喂，你好。哎，师傅好。啊。第一次给师傅请安。嗯。啊，师傅，我想问一个梦，就之前已经有师兄帮我问了上半个梦，就是说去开法会之后，我妈不肯帮我去拿护照，之后这个梦我哭醒之后，就是。又梦到我还是去法会，之后身边这次是观音堂比较熟悉的师兄们，之后我想和他们说刚才的梦，之后再说好一起去法会，但是大家倒好像都各自忙着手头的一些事情不走，我还在急着想怎么去法会，之后就醒了，请师父解梦。这就说明你修行阻力重重啊，这还不懂啊？你害怕这个害怕那个，你不够坚强，听不懂啊？嗯。你修心这个害怕那个害怕，你还修什么心啊？嗯。很师傅。讲给我听啊。是我有时候是比较怕吃苦，怕困难。啊。师傅。修得好的。你怎么不跟你师傅学学啊？不怕吃苦，对不对啊？嗯。不怕难，对不对啊？哪一个人能够弘法能够这么懈怠的？好了，我现在因为还是下周有一个想求的事情，是不是对这个事情有阻力啊？因为目前一直在花时间临在那个上面，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只要有一个地方不开悟，所有都不开悟。一个人就像个机器一样，有一个零件不好了，影会影响到其他零件的呀，明白了吗？那我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脑子啊，脑子不灵啊，听不懂啊。嗯。想的太多，神经病啊，什么都害怕，什么都想的太多，不该你想的也想，想了有用不了，你告诉我。是有没用，没用去想它干嘛啦？嗯。改变不了不啦，改变不了不就不要去改变，自己改变自己们就好了吗？嗯。嗯。你个混的。好了。师傅，你能再开始我还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吗？毛病啊，毛病一大堆啊，患得患失。嗯。得到了嘛也不开心，失去了嘛也不开心。没有什么开心的了，你整天的就是忧虑啊，解决没有，没有办法解决的，智慧没有不够，天天们还要去想，想了嘛还想不通，想不通嘛就生病，听不懂啊？因为现在老师晚上特别精神，之后早上就有感觉没精神，之后醒不过来。对呀、晚上有精神嘛，白天就没精神了呀。白天有精神吗？晚上就没精神，不道理一样的。是。神经了。这时差。想的太多，根本不是时差问题。想的太多了，所以睡不着觉。晚上有精神就是想的太多。我问你，这个机器晚上叽里呱啦不停的在开，你说晚上睡得着觉不啦？这个杂念从小就特别特别多，现在。找理由呀。对不起。从小就多，你怎么不说你上辈子就有杂念的啦？嗯，也是。你改不可以啦。我想改的。你想改的意思就是还不想改。嗯，我想改，想改。改嘛，马上就改，什么想啊？但是有时候感觉这个心有点控制不了。那就是不想改。嗯，对不起。没什么话好讲的。嗯。谁都看得出你脑子有问题，只有你自己看不出来。嗯，明白吗？对不起，师傅。那您说，我如果下周求的这个事情的话，像这个梦境的话，我应该怎么样？比如说，修好小房子或者放生，还是怎么样？很简单，求得到就求，求不到再努力，天无绝人之路。嗯。三颗。
听不懂啊？是不是这个梦境代表我这件事情阻力还蛮大的？是啊，这个事情当然阻力很大了。像你这种脑子啊，你再这么想下去，脑子坏掉了。阻力再大，总归要活的。我告诉你，没有什么多想，有什么好多想的？听得懂吗？好了。嗯，师傅，我再帮同学问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出门在外做到不好的梦，但不方便烧送小房子的时候，能否念功课里的心经的时候祈求菩萨保佑我们化解冤结、消除业障、平安吉祥，还是怎么祈求比较好？感恩师傅。求那么多干嘛啦？好好的把你心修好不就好了吗？心不平安，你意念不平安，身不平安，什么都不平安，听不懂啊？是，好啊，感恩师傅啊。下一个问题，烧完小房子之后，菩萨还在的时候祈求效果比较好，请问师傅，我们需要先把小房子的灰包好清理之后跟菩萨祈求吗？还是先祈求菩萨再清理小房子的灰呢？这次顺序有区别吗？在没烧香之前可以清理香灰，香点了之后就必须先念经了，念完经等香灭了之后再动香灰，听不懂啊？是小房子的灰。啊，小房子灰弄完就可以弄了，灭完了就可以弄掉了，好了。就是这个祈求没有什么，就之前祈求或者是包香灰之后整理之后祈求都可以。对。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许愿一万遍消灾吉祥神咒，还是许愿念49或者108章自存经文消灾吉祥神咒，哪个效果好呢？一样，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的，他来判断的，并不是对某一件事情的。有的人要念礼佛，有的人要念消灾。消灾一般的来讲是现实的比较快一点。礼佛的一般是挖你的根的，病根的。哦，听不懂啊？明白。好了，感恩师傅。还有一个，同修的母亲胰腺癌肝转移，目前胰腺癌和萎缩性胃炎的药同时吃着，12月9号开始念经。目前同修跟母亲已经念了40章经文组合，放生1000多条黑鱼，500条鲫鱼。自从许愿终身吃全素后，通过三大法宝，脸色不黄了，有肉了，精神也好了，有好转了。同修想问的是，自从前两周给母亲换了另外一个医生，也换了药后，他母亲现在肚子大，也胀得很厉害，好像肚子里有气似的，喘不上来。吃的药里有蛇皮的成分，医生说可以做 B 超查看，要暂停几天没问题，时间长不大好。请问师傅，如果停几天再吃药，肚子再胀怎么办？是否可以换回原来的医生，或者祈求菩萨找到一位更好的医生呢？师傅对肚子胀有什么建议？该怎么办好呢？感恩师傅。要当心啊，肚子胀的要当心啊，肚子胀说明肠胃里边有东西啊，炎症啊，所以不能让他吃的太多。肚子胀的话，你要吃两个，一个要通气，不要怕难为情，要通气的，明白了吗？不通气不行的。是，像如果肚子里吃那个健脾丸，它就通气。就是如果经常肠胃胀气的话，这就是里面有炎症是吧？实际上就是肠胃当中有空隙的呀，一动它就压，一动它就压，听得懂吗？它就压迫你的肠胃，压迫你的肠胃的话，你就根本不能动了，这还不懂啊？那像这位师兄的情况，他要换回原来的医生，或者请菩萨找到一位更好的医生吗？当然了，你现在其实医生再好还不如自己守戒守得好，吃的东西嘛少一点，对不对啊？做事情嘛认真一点啊，平时嘛注意一点肠胃，注意一点，还有吃素，还有嘛就是尽量肚子里有气的话尽量把它放掉，不能留着，明白了吗？不能胀气，胀气的话
其实胀气的话，说明你的肠胃已经出问题了，有炎症了。所以你去看好了，嗯、经常气不通啊，胀在那里啊，对他的脾脏和胰脏都会不好。所以胰岛素、糖尿病的人、血糖高的人，胰脏他就不好，所以他就不通气呀、啊。哦，血糖高会导致肠胃老是胀气。啊，就是这样啊，这下风、啊。我的肠胃下风、啊，肠胃从小都比较容易胀气。我知道业障好像这块挺严重的，就从小一直胀。对啊。然后念经之后已经好很多了，但还没有彻底好，感觉。哪有那么快的？自己要、嗯、应该自己还要锻炼，自己呢还不能生气，还有那个肚子大，嗯、还有个原因就是吃饭一边吃饭一边讲话。把气吃进去了，很多很多空气吃进去，他肚子也会大的。所以为什么古时候人家说吃饭的时候不要讲话？现在人们一吃饭就想讲话。大家还手机拍照。好了。感恩师傅还有问题，有时候睡着后醒不过来，就是以为自己醒了，做出了起床等行为，但其实还在梦中，或者意识已经醒了，但是身体怎么也醒不过来。请问是不是被灵性给锁住在灵界了？对啊，肯定的。之后如果发现身体醒不过来，想醒过来，是不是就需要念经？已经啊，这个已经是那个了。大压声了。我就跟你讲了，这个已经是出毛病了。就是已经等于要经者要的挺齐的了。对了，对了，就是这样了。好的，感恩师兄，不是感恩师父，对不起。还有个问题，师父曾经在来信答疑中说，对于魔性，一个人修行中潜意识中有很多灵性来，越往上跑他越拖你后腿，请问潜意识中的灵性指的是什么？和普通的业障激活的要经者有什么不一样？潜意识当中的灵性是什么呢？潜意识也就是说你不讲出来的，我们说暗意识、暗物质，那么在你脑子里动得不好的脑筋，你会不会有压力？你会不会觉得有压力？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脑筋你想去揍他了，你不知道他会不会揍你，是不是潜意识啊？是。那么你不知道他要不要揍你的话，你是不是有压力啊？你对他不好了，你弄出去之后，他会不会告你啊？所以很多人只要去告人家的时候，他就要考虑到人家会告他，也会告他。他心有恐怖了。对啦。听不懂啊。是。好了。这就是跟普通的业障激活的要经者是不一样的，这是从自己的内心出来的，内心的东西就是更高的层次了，也就是说从本性里面出来的，跟表面上的东西不一样，表面上的脾气啊发牢骚啊，他这个是从里边。更深的从内心里出来的东西，它可能更触及到犯那种阴律菩萨呀、护法神啊，看见他这种做坏事啊会很生气的，明白了吗？这个就是像动一个坏脑筋之后会出一团黑气一样的这种原理是吧？之后就会得到等于中了个阴之后就会产生一个果。好了不要问了这么长了。对不起师傅。好，感恩师傅，今天的问题问到这边，感恩师傅，师傅保重身体，感恩。对，不好意思，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坎培拉，想问一下坎培拉的观音堂有没有机会，什么时候能够设起来？慢慢来吧，坎培拉也是要努力的，不管在哪里，心中有佛，佛就在哪里帮着你，明白吗？想设就设了，自己有地方有条件就可以设，明白吗？坎培拉，你在澳大利亚，你这个东西就全部都随便可以设的，没关系的。那师傅您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哪个方位比较好吗？你小的地方嘛就小设啊，没关系的，哪个方位心中有菩萨，什么方位都好的。一般嘛就是朝北呀。朝北嘛，坐南朝北比较好呀。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跟师傅再见，师傅保重身体，拜拜，喂，你好。台长。你好啊，你好。台长你好。
海胆对海水难打，海胆。海胆，这个是我在做一个问题，可以问海胆吗？喂，你嘴巴离了话筒远一点好吧？你以后拿块纱布遮一遮。拿块海绵遮一遮，声音太吵了，听不见。哦，这一点我是讲不了声音了，台长。讲得了，听得见的。哦，对，放远一点。远一点，离得远一点。哦，再好一点吗？远一点，离得远一点。再远一点啊。啊，可以了，讲吧。啊，我那个是想会保证一公的问题，不如主一公开会，红主板上所有问题可以提问。好了，哎呦，你这个，这个是你的两分钟，台长给我两分钟，讲话都讲不清楚啊，你真的要了命了，你这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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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你上辈子肯定都没好好的讲人家好话，哎，这辈子让你话都讲不清楚。所以我放慢一点才敢。我没有好一点了，前面不要放话筒了，不要画海绵了，你现在离话筒远一点不就好了吗？好一点吗？这样。哎，就这样了，哎呀。啊，再远一点，我怕我听不到了。你脑子有问题，你已经吵到我了，还会听不到啊？讲吧。不留主，我在义工开问，红主党少群有问题可以提问。我问能不能去台长抽地址人口送莲花？红主党少做义工重要还是送莲花重要？我说送莲花重要。红主党少，你不要做义工，就把义工还交出来，以后也不用再来做义工，可以回去。台长，他在抽地址，如果我去人口，他就报警才来抓。我只是提出问题，台长一个学佛。组长能不能动不动就叫人回去别做义工，还说叫警察来抓，这种恐吓的话，台长能不能这样讲呢？那我就是问你一遍，首先呢，你讲这东西呢，人家觉得你不如理不如法，所以人家就把你不当个正常人了，所以他就会说叫警察来抓你了。你傻的嘞，你第一你不是弟子，你到门口去种什么莲花？你是弟子的话，你说你莲花掉下来，人家还会情有可原。你不是叫你做义工，你就好好做。你这里面义工没做好，这里面要去种莲花。你想想看，你又不拜师，你种什么莲花？你告诉我呀。这要怎么办呢？种不了莲花，台长。你要拜师，你才能种莲花的呀。哦，要拜师了。那么脑子坏掉嘛，人家当然就把叫你把牌子交出来，不让你做义工了呀。你讲出来的话怪怪的，你说谁让你谁给你做义工啊？人家不把你什么当神经病就蛮好了。要拜师了。你不拜师的话，你哪来的莲花？你只有家里的棉花。好，明白。好，有台长在地下就好了。台长讲可以再拜师，下次我。好，申请地址的时候，我给台长叫我拜师，你要容易申请了。啊，你要拜师的呀，你要有决心拜师。你这么多年了，跟着台长，你这么不开悟的话，你怎么连个义工都做不好？听不懂啊？我没听，全都说的一会儿。你这个人家就不是说把你交给警察问题，人家觉得你要交到医院里去才对呢，脑子有问题了。啊，叫你去做义工，你说我要去种莲花，这你是有问题吧？你说？不会了。好了。啊，台长，下次拜师的时候，台长记得帮我给我申请了。你去申请啊！你申请啊！你去找人给你做介绍人呐、啊。哦，这个人很容易找，问题是我怕腰酸筋很申请很慢。申请很慢，可以 啊，你可以快的，可以快啊！好，台长有台长的计划就好了。嗯。台长，上个星期那个图腾那个录音不清楚，会不会在我法会那时有同学就叫一个人要问图腾，他讲哦，讲话不清楚，会不会不法神惩罚呢？
讲话不清楚是上辈子的业障，已经惩罚了，哦、还要怎么惩罚？没有，上个星期的图腾啊，那个录音啊，那像录音听不到，断断续续那样。因为头几他想要问的时候，他讲哦，讲话不清楚，录音上去来真的不清楚了，会不会也不造成惩罚了呢？哎，不知道，听不清楚，真的讲话。哦，那先不讲他。好了好了，你少问两句了，给人家问问了。你讲话讲不清楚，你知道台长都看听得很累啊。哎，台长，你讲我听这有素素是有什么用的呢？吃素有什么用啊？啊，不是人说啊，素有什么用啊？什么？你说什么？你讲我听这有一颗素啊？听不懂啊？这个、有什么用啊？听不懂啊？听这。昨天看图腾，你台长讲哦，天上有一棵树。啊，天上有一棵树，那个是不是在天上很高的？哦、天界，嗯。天界啊，这有什么用啊，台长？怎么有没有你天上做坏事下来的呀？天界的呀。哦，做坏事下来的。啊，天上做很多很多人下来都是做坏事，但是他人间还有一定的福报。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赶快收掉吧，不要这。人家搞下去的话，人家都听到你就声音就讨厌了，你千万不要让人家有这种印象。哎，陈总，帮我解一个梦，可以吗，台长？我那天我穿着短裤，感觉有一条蛇跑进裤子里，我用手按在裤子里的蛇，感觉好像被咬到，我大声喊叫，喊问上的人帮忙，没有人来帮忙，我就把裤子慢慢解起，蛇不见了。这个是好梦还是不好？不好的，被蛇咬都是不好的梦，有麻烦。蛇不见了，不见了也是坏梦。被那种蛇咬过的，或者钻到裤裆里的，全部都是不好的事情。你好好的守守戒吧。好了好了，再见了。帮我开心两句，台长帮我开心两句。你好好修啊！你再不修的话，人家在电话里诅咒你，你就讨厌了。我警告你啊，你要学普通话，好好学，做人好好做，讲话好好讲，听得懂吗？哦，好了，再见了。感恩台长。师傅好。啊。师傅你好。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啊。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弟子有几个白话佛法的问题想请教师傅。喂，请讲啊。师傅稍等哈。师傅在白话佛法第三册里面有一篇说智慧是有形的，我们怎么理解人间的智慧是有形的呢？智慧有形状不啦？我问你啊。智慧，我弟子理解的是在人间的智慧是有，因为我们有我相，所以有形。般若智慧。菩萨的般若智慧是没有形状的。般若智慧没形状，我告诉你，是有是无，听不懂啊？若有若无，非有非无，听不懂啊？好像有，好像没有。你说人的智慧在里边看也看不见，但是你做出来的事情有智慧和没智慧，人家看不出来啊？好了，听懂了吗？能举个例子吗？能举个例子啊？你今天出了一个问题，你老公在这里发脾气，没有智慧的人跟他对骂。你有智慧，你在脑子里想了，想好了，你笑笑，跟他转移方向，不跟他斗，不跟他讲，不跟他对骂，那你这个智慧是不是出来了？啊，对的。那智慧有形不啦？因为你的忍辱不叫智慧啊，但是你从你智慧从你脑子里来，无形无相的呀。那为什么又会变成有形有相呢？这就叫若有若无呀，似有似无呀，这还不懂啊？还举个例子呢？明白了，感恩师傅。嗯，感恩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白话佛法》第二册第35篇中说，就算一个人的灵性到了阿弥陀佛的境界，但是这个灵性当中会有一些你过去做错的事情，比如过去杀过生或污蔑人家把人家害死了，这种业障也是跟着你的空性进入你的灵体，
也就是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七宝池八功德水里去洗，洗干净之后是暂时的没有黑的东西，但是过一会儿慢慢的颜色又出来了。嗯，师父以前说过我们修好了洗掉了就不会有了，你要是出了六道之后洗完了就不会有了。说出来的是什么？说出来的就是说还有一丝一毫的啊，比方说我像会出来一点。那么为什么到了阿弥陀佛境界或者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要修啦？否则修干嘛啦？啊，因为你到了阿弥陀佛世界你还是菩萨呀，对不对呀？没有成佛呀，所以你有这些东西出来，你就说我一定要改掉，把我相改掉，那么你就成愿再来，你又下去了呀。啊，所以因为我们八十天中如果还有这些东西的话，成愿再来的菩萨也会迷失。嗯，对呀。哦，明白了，感恩师父。成愿，这就是为什么，听得懂了吗？啊，明白了，感恩师父。还有个问题，就是师父说，说普门品时说，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进行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与如就是和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无异，与百千万劫不可穷尽。然后在《金刚经》里面有佛说，曾经在累劫中供养84万。你觉得你这样问有意思吗？下面听的听众都没有这么高的境界，也没有在师父这里边上学，你讲的这些东西人家都听不懂，你觉得我师父帮你一个人讲解好吗？对不起师父，我就是想你这不就叫功高我慢呢？对不起，好像你很有水平，你修得很好，你对佛经讲得很好，就是错呀，很简单啦。你不能随缘，你不能横胜众生，大家都没你这个水平，你现在来问的这些都是佛学水平，为什么师父要讲白话佛法？为什么我每次开法会的时候讲的这么浅呢？你知道我跟法师讲佛经的时候你们听都听不懂的，那就是要随顺众生啊。你现在在这么广播电台里边都是大家都是水平不高的，你来跟我研究佛法，讲了半个小时人家都听不懂的，就说明你有水平，是不是啊？你不叫功高我慢叫什么？对不起师父，我错了。现在知道了吗？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些人演讲家讲的来稀里糊涂的，讲的来简单的东西往复杂里讲，就代表有水平吗？对不起师父，我错了。好好的学了，不要以为了，我告诉你，真正的悟者那是个觉者，你一个觉悟的人你才能成为一个智者，你一个有智慧的人才能拥有般若，你现在就是没般若，你当了这么多人面，那些人都没有你这个水平，你现在问的这个东西他们讲得出来不啦？对不起师父，我错了。自己好自为之了，不要以为了，很多小女孩都以为哎呦自己学得很好，经常写东西来，哎呦讲得很深了，你记住了，你不是佛学院，你现在只是初级阶段，你就好好修嘛就好了。如果你真的有这些东西的话，你就发心，你发心到东方电台来学呀。好的师父，我错了，对不起。开玩笑了，嘴巴里讲的这么好有什么用啊？我们秘书处很多小朋友写给我的东西写的不知道多好呢，嘴巴里讲的好做不到有什么用啦？听不懂啊？错了，对对对，师父说的对。讲了，你讲什么东西啊？你讲了要学要有所用的，对自己，你学什么东西要你用在实际行动上的呀？那观世音菩萨，你念多少经了？你每天连念经你都念不了多少，你每天能念多少遍？那么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啦？你每天念？念几遍了？讲啊！我每天念108遍，那么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圣号。不要撒谎，不许吹牛啊！不撒谎，不吹牛，真的。谢太大将军，我告诉你，全部帮你记录了，听得懂吗？啊，听得懂。哦，对了，师父，还有就是，上次您说，明年犯太岁属猪的并不是特别犯，但是其他属相会特别犯，对吗？对啊。就是，
那就是要更加多念经，更加多修心，多做功德才好，对吧？你这个犯太岁的话，你犯太岁的话，实际上属猪的话，应该是肯定犯太岁，对不对？对。对不对啊？那么对的。那么你属猪的，他不是犯得很厉害，其实犯得最厉害的是还有四大生肖。对，属猴的，属虎的。你都知道。还有属鼠的。啊，你都知道了。啊，对不对啊？开市了啊？为什么呢？一个是属猪的是什么呢？它是直太岁，猴的是亥太岁、啊，对。那个属老虎的是破太岁，属蛇的是冲太岁。啊，听得懂吗？所以这四个其实对太岁都不是太好，所以化解太岁，实际上你看看，你看哪有哪个法门是拜太岁的？是我们法门呀。好了，其实太岁这么重要，他就管着人间，你们的好坏他全部记录在案。你不拜太岁，你拜谁呀？嗯，对的。每年都知道什么办换太岁，你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拜，啊，对不对啊？对，以前不会的，都是师父教我们的，啊，感恩师父。自己要懂事情的。嗯，好的，好啊，跟师父学。我再帮同学问几个梦好吗？你讲啊。第一个是有顾客找同修画一位已经圆寂了活佛的肖像，可以吗？画了吗？就要很难讲，就是说他会来怎么办呢？哦。他来找你怎么办呢？你画了吗？肯定跟他缘分有缘分的呀，挂上缘了呀。因为你要画的话，哦，你要把心用心的呀。你要你会他画你画到一半他就来了呀。哦，这样子啊。济公活佛那个游本昌演那个济公活佛，演到后来济公菩萨就在他身上，啊，他自己全知道啊，他写下来的嘛。哦，是的。 啊就是这样啊，谁都知道嘛，对不对啊？嗯，对对对啊，所以自己要懂啊，你能做到多少，嗯，你就做多少，你做不了你就别做，你觉得没问题，嗯，你就做，就这样啊。对的。好的，师傅，继续帮他们问。同修在群里经常看到某某法师发出来，大家网络共修群里有些法师平时也会发一些心灵法门的帖子，有时候他们也会发一些水洗的信息，比如注印白话佛法书啊，注印小房子，同修也会随喜注印，但现在总说是师傅说很多都是敛财，很多假法师出售假小房子。请问师傅，群里不认识的法师在共修平台发布这些随缘注印的书籍，就是我们心灵法门的书籍的信息，这样如理如法吗？我们怎么样对待？你相信他们了？你相信他们了？你认都不认识他，你怎么相信他？现在法师敛财很多，嗯，你不知道啊？嗯。过分了，师父过去一直说他们可以接受供养，我就不讲了。现在太多人太过分了，你知道写到我们东方电台 complain 多少事情啊？不能过分的，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能过分的。对的，对的。啊。嗯，所以说地狱门前生钱多就是这个意思。对呀，啊，你不能做坏事的，明白吗？嗯，明白。嗯。就是我们如理如法的对待，就是如果说我们不能确定的就直接忽略就好，对吗？对啊，你要是说你帮了一个不好的人，那你还不你这不是做善事了，对不对啊？你尽量要帮做善事的人呢。嗯嗯，对的对的。好了，感恩师父。那行，同修的父亲以前念经和念小房子，但后来又不念了。同修前一段时间梦到父亲有劫，同修只帮父亲放生，并没有许小房子。后来师父梦里提醒他要帮父亲念200张小房子，然后同修随即许愿。前两天梦到父亲在宇宙当中拽一根绳子，好像在荡秋千。之后同修梦到自己进入一个向上升的通道，忽然眼前各种颜色的光照到同修眉心，同修因为感觉眉心胀热强烈，有点半梦半醒，忽然听到耳边有清晰的诵经的声音。请问师父，这个梦和给父亲念小房子有关吗？有的。啊，肯定有的。那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他回来了。就是给他许愿，他
给他许愿，他父亲就会回来的。哦，是吧？嗯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嗯，梦到一个同学在佛台供了一杯干净的白水，是什么意思呀？干净白水说明心很纯洁呀。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还有同学梦到遇到一个麻烦，就是天上有个声音说派观世音菩萨下来帮助他，然后就看到穿一身白衣的菩萨样子的人，头发是盘着的，像道家菩萨样子，很好看。他下来帮同修，但是有个声音说菩萨下来脚不能着地。于是做梦人说那我背着菩萨，他就背着菩萨，菩萨帮他解决问题。后来又有很多小菩萨下来也帮着救人，一念又说小菩萨要注意，大菩萨是可以回去的，小菩萨不注意就回不去了，注意脚不要着地。对了，这个梦是对的。你知道什么吗？这很简单咯，这就是很简单、啊、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问题啊、嗯、经常讲的一个什么问题呢？小菩萨实际上就是比方说啊，这个一地菩萨啦，初地菩萨啦，你大菩萨的话就是八地啊九地啊菩萨，那就是佛了呀。嗯，明白了吗？就是小菩萨就有可能被五欲六尘所迷惑，然后回不去那样子。 对了。好，感恩师父。好，接下来一个梦，同修梦见打算洗澡，刚脱了一只衣袖，发现周围坐满了人，后面有男人说洗澡的去别处洗，他找到冲凉房，有个女人在那放水冲地，同修说要在这里洗澡换下衣服，那个女人说要把多余的水拖出去，他每拖一下地上便出来一位菩萨画像，菩萨画像是一个姿势的，都是朝右侧的，再扫一下又出一个菩萨像，他对女人说别动了，我不敢站这里了，这里全是菩萨像，可女人还在扫，结果后来地上显示出了很多很多的菩萨画像。不干净啊，这不干净，讲都不要讲的，这个女的已经犯戒了，对菩萨不干净。哦，是吧？那他、啊、那他要念礼佛，念多少遍呢？他看到几位菩萨就多少遍。好多，而且这画像还不是我们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多了，太多，太麻烦了。他一定意念犯戒，行为犯戒。好了。哦，好的。那他还要许小房子吗？这样子的话。七张嘛，嗯。七张小房子，好的。好了，好了。好，快点了。好的，对不起，同修梦见在老爷过生日，请大家吃饭，好像一共排了三桌，然后同修被排在了第三桌，老爷还活着，请问老爷是不是身体会有问题啊？一定的，一定的，嗯。哦，那要怎么样来放生啊？给他放生，放生甲鱼，嗯。放生多少好呀？随便了，50只啊，90只都可以。99只最好，对不对？嗯，随便的。好了好了，没时间了。嗯，那行，那就不问了。感恩师傅，师傅辛苦了。好，再见再见。嗯、感恩师傅、嗯，拜拜、嗯、拜拜。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